安安各位好，我来教各位如何永久，就是永久保存你的实况记录。当你每次实况完之后，然后它会自动永久保存你的实况记录。不然，平常的实况那个记录在七天后，你那个影片都会自动删除，这样子是有点麻烦的。如果你要让它永久保存的话，就照着我这样做。首先，这是 Twitch 首页，然后此时你已经登录 Twitch 了，然后这是你的账号，这是我的账号。然后你现在去这里有个设置，设置点下去就会到这个画面啦。然后到这个画面的上方有个选项叫做 Channel and Videos， 下去，然后一直往下拉，在这个成熟内容的下面有这个。自动储存我的实况记录，然后把它打勾，这样子就好啦。然后画面再往下拉到这里有个储存变更，点下去，然后它就储存啦，就这样。然后这样子之后，你不管实况什么东西啊，那个记录都会永久的储存下来。然后如果你怕你不信任退取，然后担心记录还是会不见，好怕怕，那我有另外一种方法，就是你到你的实况记录这里来找到你要的，你要永远保存的那个记录，然后点下去，然后到那个画面的左下角有个齿轮图案，然后点下去，这个 save forever 永远保存，点下去，影片已成功储存啦。虽然我们前面有设定过说影片都要永久保存，就是 有把那个打勾勾，但是那个我们到这个我们的实况记录这边点那个齿轮打开来看，还是会显示说有那个有永久储存的那个选项，那个是不用紧的，那个只要你那个打勾勾打好设定好之后，这些设定其实是可以不用设定的，它还是会永久保存。这些影片很久以前，可以追溯到好久好久以前，好几个月前，两个月前，三个月前的，就这样，很简单，这样子你的实况记录就会永远保存下来了。感谢各位收看。